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达克，欢迎回到《地城邂逅记忆重启》。今天要讲的是《英雄试炼处 EX》，只有 A 通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没办法在九回合输出完成。没办法在九回合输出完成的原因，则是妹妹她会放一个60%自己的全体耐性上升，所以我没有一只角色可以把她的全体耐性上升给解掉，因为她是全体，所以她不是解除物耐或是魔耐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妹妹她会削你的力，我不确定魔也会不会削，因为我是放力队。那你看一下，全体耐心上升 60%， 也就是说我没有这只角色可以把它削掉。那他攻击很高，如果前面几回合没撑过，就会先死掉一只，要注意。你看我的力量被解掉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如果你没有把他全体耐心解掉这一招技能的话，六回合，然后我属性不是相克的，我只刷了大概五分之一的血条而已哦，所以我至少要30回合。但其实不用那么多回合啊，所以大概还是要过20回合啊，差不多。好，我的力魔被降掉，所以他是降力魔，所以要注意哦。你看我放必杀技，其实输出也没高多少，所以蛮可惜的。这角色放这个，只会一直讲这句很痛，也尴尬啊。諦めるわけないでしょ。
所以最后我是花了两倍的回合，原则上有把那个60%全体耐劲上升那个解掉的话，应该可以在9回合内刷成。大家也可以分享给大家说，欸，如果你有那一只可以把全体耐劲都解掉，我记得目前好像没有啦，有可能是我记错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给大家哦。那我们就这样，大家下次见咯，拜拜。